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杰凯行销杰克。我们现在来介绍这一款德国款的这个护膝，Navy 这个这是它的外面的，就是收藏袋。我们来看它这一款的护膝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它这个都是 CE 认证，CE 认证，而且这个护膝防护材质非常好。它有一个转钩，它的护膝整个范围很大。它这个特点来讲的话呢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它里面呢，它这个是采钩式的，你只要轻轻一勾，一打它就打开。然后它的内衬是可以打开的，可以拆下来清洁、清洗就对了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它里面这个黄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所谓的记忆棉，硬式的记忆棉。这个硬式的记忆棉，各位可以看，它用手把它压，你来买回去，你用手一压，你会知道它有一个记忆的痕迹，因为它这个有保护装置，它这个有保护装置，所以它的记忆棉呢，它是比较偏硬式的，硬式的记忆棉。整个来讲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它的防护效果，它的做工是很棒的，可以看到它的内衬，连这个都可以拆下来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都可以拆下来清洁，里面都是有记忆衬的，记忆垫的，各位可以看，非常好的，非常好的，一个护膝，介绍给各位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这一款的护膝，它这个来讲的话，它的宽度什么都很大，宽度什么都很大，保护效果也很好，介绍给各位，希望各位会喜欢，